係咪有啲位唔平？你先攞到個印章嘅中心。去到呢度嘅圖章，其實我哋今日特別嘅各位，咁你有得比較啦，去睇個比較。你話邊個易啲嗰啲啫？還是係？其實如果做得好，音文係比較靚少少。冇啊！我畫架有樣嘢咧，就係畫架 limit 咗你。或者是一些stop sign 啊，都是紅色的嘛，係咪？咁我哋就咁樣做咧。其實你如果你見到，就算你冇乜時間，單手有啲難操作。